寻求连任的江宜市西区议员苏德芳，伫咧十一号是来寻入伊的竞选总部，会张永入段配伊支持者场面十分盛大，议会一同事更是无分党派，拢到现场来致意，展现着苏德芳的好人缘。而出身政治世家的苏德芳，伊的老爸是前惠林县议长苏金鸿，大兄是现任惠林县的副议长苏俊和，两个人嘛拢亲自到现场来为苏德芳徛台邮票，恳请选民支持和苏德。方会当顺利来连任。江宜市议员苏德芳变连任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十一号举行。不只是民进党籍的江宜市长涂省铁，国民党江宜市长参选人吴明辉到现场祝贺。议会一党书记是无分着哪列党派，有真侪人拢特别到现场来致意。加上踊跃参加一大批支持者，好造成现场场面十分盛大。苏德芳出身政治世家，伊的老爸是前惠林县议长苏金鸿，大兄是现任惠林县副议长苏俊和，两个人亲自到现场为苏德芳徛台邮票。输人唔输阵，要拜托各位大家用恁真正诚恳啊，真正诚意啊，这个选举的这个方式啊，一个拜托一个拜托一个，一票拜托一票，一票一票，甲伊转落去，伊才有当选的机会。所以伫遮啊，我做伊是大人吼，会拜托，就是讲泽芳四年的这种表现，应该是得大家有甲伊认同，啊有甲伊认同咧，啊拜托大家吼，继续搁甲伊支持，互伊当连任当选。身为政大新生代的苏德芳，四年前参选西区议员顺利当选，这一届全力拼连任，争取选民支持。过去四年前，泽芳予台乡亲时代来牵线，有法度予我来顺利当选。四年来，搁来十一月二四，搁要来投票，泽芳嘛要来拼连任，这一次。非常的苦情，泽芳希望各位乡亲士大会使搁把泽芳牵线加鼓励，让泽芳会使搁顺利来进入议会来投票连任。江宜市西区议员选举应该要选13个人，却有22个人投入选举，竞争十分激烈。积极寻求连任的苏德芳希望透过分林同乡会的基层组织力量，加上过去四党的门径和服务的表现，来争取民众支持，让伊会当顺利来当选连任。最新新闻，张玉平、王小善，江宜市采访报道。